这就是潮流，我们今天的潮流发现官，欢迎白敬亭。哇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敬亭。更喜欢哪一组？我们先让小白选一选吧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他。可能我更喜欢更有故事感一点，方式都很相似，很难抉择。老师们好啊！老师好，老师好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潮评团的李欣。潮流助推官上官哲老师。旁边白敬亭老师。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来这边呢，主要是看望一下大家，没有别的事情。但白哥你有事情。啊？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游戏。好。那个上道具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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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照片连连看，再晾晒架上，挂了15张选手的父母、家人年轻时候的照片。由白敬亭将照片与选手正确的匹配，可以向现场的选手索取暗示，但是机会只有3次，并且每次都需要做3个俯卧撑，只有猜对7张以上才算胜利，输了则要做30个俯卧撑。我觉得一倍的还好猜一点，像这个，让我怎么对应？这个一家人应该都差不多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其实有参考价值吧，你至少猜对7个人才能过关，不然就是30个俯卧撑，当众表演。就是我，只有我一个人参与吗？不能让尚老师帮我一块儿？你可以商量，如果他愿意跟你一起做俯卧撑，但是我觉得尚老师应该做不了30个俯卧撑，他帮你分5个，5个可能都做不了，5个也做不了。先。这一位吧，你看看，这个感觉挺难的。这个其实我感觉好像，因为今天刚近距离跟大家见面，但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他。他，那个一飞，请两位选手展示你们的国潮造型。其实还不错啊，那我先第一个。不对的话怎么办？不对吧？这张照片就不能再拿来对了。那你就失去一次机会了，白老师。这张作废了，白哥继续吧。感觉有点难度，我觉得这个可能好猜一点，这个跟这个不知道是不是。你帮我做一个决策。这个是不是那个李亮窝的？哇！李亮窝这个厉害。不是，尚哥，你可以，不是你节奏太快了，你可以，这是不是？你看看，已经两张单。还是不是？这好难啊！白哥，我觉得你每一张都往他那对，肯定能撞上一次。这张好，1/5，道理呢？只剩12张了。哇，这个这么想的话，真的还挺难的。这个你又来了，游戏黑洞。来，咱俩一人一次。来，少儿，快说。这个直接有小时候的照片，长得挺像的，但是太完全看不清楚。对啊，我不敢帮白哥瞎出主意了。你出了2次主意都。这个也难啊，这个。
你自己看吧。像吗？这个帽子是他的一个，我是把它给反过来戴了，这是反过来的，反过来的，反过来。像吗，尚老师？不像吧。我觉得挺像。提示一下。